是。然后以你可以接受的力道。啊哈。然后双手双脚。啊，就是外侧。对对对，先拍。先拍外侧。对。啊哈。双手双脚。啊。很短耶。哎，然后呢？就没有了。那就没有了，不是要身体上是身上也要打吗？你的身上也可以打，就是你任何的穴位都可以打。对呀、啊，我刚刚看到那个医师好像身上也打一打。对对对，录影带还讲的比我还长。哦，录影带有讲用米球吗？好，我去找，我去找，好好好。好的好的，我找找看，嗯，好的。